5月12日，姚晨在微博上上传一组套图，并发文，励志成为拥有前凸后翘魔鬼身材的时尚辣妈，如今再次实现了心愿，凸的还不够明显，我继续努力。照片中，姚晨秀发披肩，着紫色礼服，从容自信，运动微挺的她变身前凸后翘的时尚辣妈，女神范儿十足。网友纷纷留言，女神请接受我的膜拜，你是最美的，美丽的孕妈妈，前凸后翘，完美。此前姚晨曝光两组封面大片，秒变双面女王，或甜美清新仙气十足，或动静皆宜炫酷性感，鲜明的对比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。一组为艾乐拍摄的春意大片，姚晨清新的妆容搭配白纱裙，宛如仙子游弋在花海中，格外撩人。而在时尚先生中，姚晨却罕见地秀起了高级性感，薄纱透视裙完美展示 S 曲线，必杀武器大长腿高调抢镜，在光影中全是迷人魅惑。